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5国手山脉杯混双赛的第三轮，是由韩国队的组合曹勋选九段、李应周初段对阵中国队的组合刘晓光九段和宋荣惠五段。那么刘老师作为这个自战解说来给我们大家来讲解这个棋局。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这给大家这个难得的来一个自战解说。这个在韩国举办了一个叫混双赛，就是，中日韩加上中华台北，哦，是这样，四个队。那么这个我有幸参赛，这个说是参赛者。那么这盘棋呢，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但是这个混双赛啊，不像是这个像正规的顶尖的那种国际大赛。这个混双本身呢，它不是一个严肃的这个像围棋一比对赛，一那种那个那它只是有点趣味性，对。不要太认真，把它当成有娱乐性。那么两个人的想法本身不同，当然你又要配合好，实际上它有悖于你平常的这个思维模式。对对对。但是大家就当成，趣味就当成一个娱乐吧。没错。那么我就给大家来现场介绍一下好。这当时的这个情况。嗯。这个我们跟，这是最后一轮，是吧？最后一轮，前面下第三轮。了两轮，那么跟曹勋选九段那么大国手，以前只是正规赛事混双这样对对对。的，这种混双这个国际赛就，这个比较少碰到这样的棋啊，我们前面两盘抽到黑棋，那这次抽到白棋，这个混双赛啊是拿白棋合适。哦，为什么为什呢？么？因为他那个他这是一人下一步，嗯黑棋呢就是我们下完，对方的女孩子下，宋仁慧先下，女孩子下，然后我下。然后那曹勋选下，曹勋选下，那如果白棋呢就不同，就反过来，就是那个女孩子李应周下，宋仁慧下，然后曹勋选下，您然后下，我来下完之后，李应周下，李应周，哦，这样呢就是说我下完之后能给对方啊出出点难难题，题，对对对，就在一个这个。每次男方下完，女方来接男方的手的时候出难题，这样呢你会有利一点。对，对，这所以是有一个这个小技巧，就是稍微介绍披露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棋局啊，棋局。那么黑棋是曹勋选，他第一盘第一手那个李应周下棋啊，对，他呢是第一步，然后我黑棋，们按照这个方向来按这个摆方是向吧？下，好吧。黑他棋，摆的摆下黑的棋，这个，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就这样吧，星位，我们然是后二下了连个星，错小目对，我们二连星，对。这个主要是按照刘老师下棋的这个方向摆的，哎，可可能以，是这个都没关，然后挂角，这普通啊，对，都很正常，对。这一开始都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哎，对，曹勋选是这个啊，拆了一个，拆了一个，是吧？对，我是挂的你角，挂这，普通是这个棋啊，这女孩子，她是脱退的，那么她普通的加工居多，就比如说这一个尖低一加，尖低加，二尖高加，这或者二尖都高非加，常多，是这样。这个之前有下，就在这个他们这个男棋手下这个山脉杯这个对抗的都高手啊，他们就下过这样布局。对。哎，什么一拖三三，黑棋拆二，这都下的很多。对，但是他是拖的，他没走这个，这个女孩子没走，他是拖的这个。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因为对白棋来说，因为这个你是要成大形势的，这个拖呢不见得好。我最后选择是这个，对，您挂了这挂个一个，是吧？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挂一个。哎，我就让他来选择，他是走的这个，实际上走这个呢，然后剩下我们就好走了。他走对，这个宋仁慧一粘，粘上，哎，然后一曹勋选跳，这一跳，我就就拆拆在在这这个儿，地方，这两个交换了。如果不交换呢，黑棋会逼在这个紧加的进去，加走在这地方，这样交换总是便宜的。就白这两棋，个如果不这两走，交换之后，那个位置呢，就先期交换就便宜了。你要这样的话，你这黑棋还不如手脚呢。
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总是敞开了，嗯，然后飞在这个地方。对，我怎么觉得那个刘老师这黑棋的配置看起来有点奇怪呢？有点有点远，所以说我那个尖的位置并不是跳在那儿，这样我当时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对，我觉得黑棋的配置不太对，不太对，因为为什么刘老师刚才说这个挂角的时候，黑棋一般都是高加或者夹住的呢？这是有关联的，因为你下了这一个形式之后，它本身就张得比较开的。对对对对对。等着一个是拆五，一个拆四，你如果不选择进攻，不夹击人家的话，你这个形式要自己守控，那就累了。对，这个好像不太对，我觉得不太协调。这个，但是这个下这个混双啊，胜负根本不在这里。那肯定，确实胜负根本不在。这个关键是后面你能够那个什么，能下对了，下对了。后面只要不出错，那就是不得了的这个胜利了。这个混双本身用时就比较紧张一些，是吧？它是趣味性的，它也不是像那个用很多每方三个小时的，它不，它是每方用半个小时，三十分钟之后，然后进行读秒。是每个人用三十分钟，还是两个人加起来？两个人加起来，那就很快，一会儿就读秒了。对，三十分钟。哦。现在这个宋仁惠是该宋仁惠走，他是尖冲的，尖冲一个，对，在这儿。这个曹九段是贴起来。然后您长了一 个，对，贴，再长，对，飞的，这个是我拐一个，对，这个觉得白棋步调比较好，看起来这都是普通吧，普通，反正还早，当然，普通的，但是我觉得白棋比较舒展一些，你喜欢下白棋啊？对，是的，普通普通普通，我不觉得这个黑棋的棋怎么看着都你觉得很别扭一点，对，觉得我都觉得黑棋刚才那个二路飞是不是考虑跳起来？是啊，也可以考，但是它那个配置并不那个什么，它跳可能白棋跳也不觉得很好，以后再掉一掉，哦，也没什么。这个普普通，我就觉得这个形状来说，多走了这个拆的，比那个白棋虎的拆走啊，感觉好。对，这个布局来说，白棋并不差。对，我也觉得是，不差，但是这个路很长，还早。好，黑棋搬一个，然后搬，连搬，连搬，对，打吃，这个打吃粘上，对，长一个，这个我记得是曹云天长的，对，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是比较普通，我总觉得他敞着怀呢，这个总想怎么隔那么老远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直接就尖冲了，这个棋啊，过分了，因为对方是有我想跟这个女孩子出点难题儿，其实不对，这个棋啊，普通在这个地方走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走一下黑，我觉得黑棋好像挺难办嘛。应该走这个，走这个黑棋下面他补哪个我也不知道了。他如果想守住的话，大概只有这儿吧，是这样吗？这个对，这个挺好，这个挺好。那好像似乎只有这样吗？这个很好，这个到时候都没有注意。没有。这样就普普通，白棋再拆或者走什么，这个就可以了。不，我就想您压一个，他是怎么走的？压他搬起来。搬起来啊？那不担心您虎一个吗？比如说这样。哦。我们看一看。好，你说，你比如说这样，这样，压一个，压一个，他搬，你虎，他挡，挡住，他吃，接上，这个要他给你拼这个，要怎么下好一点？打吃，对。贴出来，那他肯定是打了，就打掉。哎，这损失也挺惨重的，似乎不见得好啊。不如那个，不见得好，不见得，不见得好。这个棋呢，我那个稍微无理一点感觉，但是我也是碰到这个李瀛洲啊，这个小女孩啊，想欺负他。不是，我觉得这个棋。不走这个有点心不甘，我就走的这个啊。对，您是尖冲了一个是吧？他没有贴，
他飞这个好棋，他我以为他贴我跳，哎，他飞这个很强，看来棋下的还不错，哎，不错，我是跳的这个，对，哎，这个棋呢，我自己觉得，我要是一对一的，我会尖冲的，哦，我还是要尖冲，你还是要尖冲，我想走的强一点，嗯，但是曹九段这是很强的手啊，那肯定，他走这个是吧？对，这是曹九段手，贴出来了，我贴一个，嗯，对。甚至呢，这个棋呢，可能这个贴啊，直接冲断就可以。直接冲断。直接冲断。直接冲断是不是挺挺厉害的，挺厉害的是吧？觉得对，应该可能直接冲断也可以考虑。直接，比如说白棋冲。嗯。对，这个棋可以考虑。这样。哎，对。这样黑棋要怎么下？冲吗？嗯，冲有点俗。看着挺俗的是吧？哎他大概挡一个，挡住我就打吃，斩杀，我就继续俗了。哇，这样吧，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啊！那如果这样呢？嗯，差一口气，莫非好郁闷，我差一口气。这个不见得啊，你这气不太够，正好差一口气是吧？哦，这样啊，这样好像黑棋不太好。嗯。再想点别的招，这个不见得好。嗯，这个不是你这个碎了，他被一提啊。嗯，这样。这个应该冲断也可以考虑。那冲断还是冲断也挺厉害的啊。啊，冲断，冲断你退了，我再贴下来，这个棋真的是，嗯。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贴这个，他挡我冲断，我是想冲断的，我就觉得，哎，对。我想他，你一直想冲断他，对对对，结果一直都没能实现。这个时候再冲断，我是想这个时候再冲断。对，结果发现来不及了。这个时候不，关键是对方下，这是宋仁慧该宋仁慧下。对啊，所以来不及。他不冲断了，他不来不及。这个棋我总觉得应该想冲断他。对，这个冲断，他不走了，那我没办法。对。哎，应该这样吧？嗯。应该冲断，他这个棋只能走这个，然后你走这个。嗯。这个棋它又不能尖三三，嗯，这个尖三三是，你就，这个尖三三行吗？跨他一下。跨他给吃了。就吃掉是吧？啊，这个棋，哦，这个棋应该走什么？我看看啊。这个棋还真的是有点，如果只是这样。打吃，贴一个，嗯，挡下来，哎，这样他要立下来吗？嗯，还是搬粘啊？单立吧，还是单立哈？啊哦，单立他是走这个，这个气怎么样？这个等于是一个复杂的变化了，对，杀气了，杀气了，是，还真是可能宋仁辉他担心这个，是吧？有这可能性，下完了没有交流一下？这个地方没有，他是担心，嗯嗯。那就是当初单冲断比较好，直接冲断。我那个不要贴，直接冲断。别贴一个，嗯，好。那么这个布局啊，这是一个比较复杂。这个时候宋仁辉下，他不冲断，他直接尖了三三，或者顶一个也可以考虑，就直接单顶，单顶是吧？嗯，对。你现在是单顶也是个形状，那要么这样，单顶。白棋单顶啊，单顶好像黑棋挺难办的，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看起来。这是，走什么？走这个长进来。长那跟毫不犹豫先冲断它。长进来冲断了。先冲断了再说。那是这个。这个黑棋不对吧？这个不行。这样。嗯，你这吃这三个没用了，啊，这没用了，啊，这个宽了，这不行，是吧？是的，这白棋太高兴了。单底也可以考虑。嗯，啊，嗯。那么这个棋。顶一个可能比较好，顶一个也是一个形状，是的，嗯嗯，但是这个小宋呢，他是没走，宋仁慧啊，他是走什么？他是走三三，也是一个也普通啊，嗯，他走这个，他是怎么想的？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呢，那曹新元走这个了，贴回来，他本来是想走这个，他想冲断，他想这样，他想这样，啊，冲了，他说这样就他说挺好的，活了挺好啊，挺好。他说活了，他这儿还有断，这反正这两个在那个，这个他如果跳你就跟着跳。他说不是，他说这个挺好。他说跳说不定就断了。对他主要看他，白棋只要能先手长到这一下就把它断了。先断也行，先断。单断。单断也可以。
然后呢，如果黑棋补这边呢，他就把它蒙住，啊、是吧？对对对对，那这白棋挺合适。他说这样，你、哦、走这个，那他就断也行。对啊，那就把它断了。啊，对对对，哦、可以，你吃它都尝一个。嗯，那儿冲这儿尝、嗯，也可以。嗯，这个想法也行，倒是。对啊，所以这个下棋就是下棋，他想的，我想的，就是两个人想法不契合。我们也不能说话，所以呢，就只能猜想。所以我想，这现在这个对季赛不是很火吗？这个是不是就基于这个原因，就混双赛两个人的想法不能够沟通？他就加到它不是一个纯艺术、纯技术，对对对，它是一个等于是有点娱乐性的、嗯、啊。你错了，反而他觉得也挺好玩就行。它不是一个严谨的一个技术探讨，对对对，严谨的技术探讨就是说就应该这么下，对对，这就是唯一的方案。他觉得这就两个人就互相猜，嗯，哎，那么这个，就是当时最就我觉得混双赛就是最就是，考验人的是什么？对方下错了，你一定要冷静，对，不能心里面懊悔呀、啊，老是埋怨对方啊，这个是最可怕的，这个倒是影响你的后面的发挥。嗯，最怕的说你这个棋我就没法弄了，这个就完了。我就听说过的啊，有那些棋迷朋友们，他们自己觉得好玩嘛，下混双，嗯，也不是混双，他们就二对二呗，下两人吵起来了。对对，就怕说你这棋怎么能下成这样呢？我明明是想那样的，结果你就这样了。对，这个即使下错了，一定要忍住，要能够理解，就是说一定要宽宏大量一点，嗯、不要那个，即使错了。犯错也没关系，哎，没关系。这个棋，但是这个下成这样呢，我觉得也普普通通。嗯、就是虽然我当时想冲断或者顶啊，我说让小宋来选一个，两个都可以。就他没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犹豫了。我没冲断，我去团一个，这是形状，这个不好。实际上，我这个走的不好。这个棋啊，那个小姑娘，李英，她是爬的。这个棋，啊、李英洲，对，李英洲，她是应该加一个。他单夹是吧？单夹好。对，我奇怪他为什么要爬一个？这个他一爬，这一看就不是一个人下的，就爬完了再加回去。对对对对，是吧？这个曹九段呢，他我觉得应该团一个。他已经被爬了。他难受了，他说你不加我就走这个了。结果我这一扳，他反而不是很好，因为他再断我爬了。对。就这两步棋，一看就不是一个人下的。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一个人下，那肯定不会爬完就回头。是是是是是。啊。那下成这样，我觉得白棋还能满意，是吧？然后跳出来，这都是白棋跳了，对，在这儿，白棋跳，接上这个曹九段很快就粘上了，一秒钟没用，直接的，这是凭着职业的感觉啊。他如果双被我长，他难受啊；如果单这个不走，双被我一长，这个又松着气，对，他觉得这个不是行。对，曹九段其实一向以快著称，快就粘上了。对，这时候就让我稍微就在犹豫了。对，嗯，我记得以前有人形容过曹九段，就说他这个棋风很迅速。为什么说他平时摆棋的时候也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棋，他听哐啷，然后摆一个变化，然后拿掉，他觉得不行，然后又摆一个，这个特别快，是是是，非常快，迅速。但是这个棋呢，他走这个时候白棋正确的是应该贴这个。贴回来，贴回来。哦，你那个大概飞起来，我觉得黑棋要飞、这个、给黑棋飞起来，那白棋就做个说这个得了，跳一个算了，跳自补，跳就跳。这个棋白棋还是不错，我觉得。那这样的话，白棋这块棋看起来怎么也比黑棋这块棋要强。反正就往外走吧。对呀、啊。那个，因为你有的孤棋，我那个总那个空也比较实在了。因为黑棋这块棋飘在天上，哎，对对对，白棋这待会儿一下去，哎，这是有根的，对对对，下去你再去忙着，这是有根的，嗯，对，对，这个白棋挺好，这样如果这样白棋挺好，对，你只是给了这个你个空，是的，那个空舍得要舍得给的，嗯，给就给了，那个没多大。您实战是不是想下得更狠一些？那个不好，那个不好，下得更狠点，嗯，那个不好，我们看看这个实战啊。对，那刘老师他说呢，只要把这个断的子啊接回来就行了。嗯，下成这样。对，这个棋，刘老师刚才说的这步棋呢、这个，他实战没有这么下。对啊，他想下的更硬一点。那么这个更硬一点到底下在哪里呢？
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国手山脉杯混双赛。混双赛的棋啊，有刘老师和宋荣慧对阵韩国的曹勋璇和李应周的组合。啊，刚才呢，刘老师他很后悔他没有贴在这儿啊，他说贴在这儿呢，这棋白棋形势不错。对对对对，确实是。那么现在白棋这个就是比较凶了，应该这个棋呢。都没有毛病的时候，当然这个很大，这有点乱了，就觉得对、这个有点刚才那个图很清晰，对，很清晰，对，现在是看起来很明，但是当局者迷啊，对，现在说起来一般都是这样，当局者迷，现在看起来是很容易啊，但实际上当时在那种状态下又那么又实又那么紧张，您当时是不是已经读秒了？没有，还没读秒，是不是也快了？快了，我觉得半个小时不一会儿就用完了。还没读秒，但是呢，就是脑子总是觉得没有现在这么讲棋啊，那看得那么清楚。对，所以这个下棋真的是，跟那个平常那个说法是真是当局者迷，这个词用得特别恰当。其实这个总想着着最狠的下，其实是不对，就是下棋最好的是合理。对，是最好。对，合理本手是其实是最佳。嗯，而有时候经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平常下让棋下多了。哦，如果我老下跟让对手差不多的业余的下，如果我老下合理的，那人家本来就让子棋，我怎么赢不了？那您怎么赢啊？赢不了，所以经常过分的。很多年没下这种专业的棋了，所以呢，过分棋就容易出现。那这招棋就是。走这个了之后呢，可以冲，推长回来，被这个吃了，所以他得连上，这毫无疑问，那真是。这个一走这个，提掉，对，然后你接了一接一走，走这个，然后黑棋再把这个给贴下来。现在你看看，他这个连出来，他是唯一的，就是这个地方目数肯定不对。对。然后他主要是这个白棋怎么交代，其实是挺危险的。就刚才我们看白棋这块棋啊，哎，就比这个子如果连回来，比中间这几个子好多了。对，现在看着白棋这块棋怎么那么孤单呢？孤单对，好孤单。现在轮白棋走，嗯，要比较那个什么了，要狠一点了。嗯，走这个，这是宋荣慧走的这个，这个宋荣慧也是个力战棋。嗯，那这个我对他也是比较那个什么了解，他是力战棋对。进攻的这种意识很强，然后曹九段他是尖一个，这个我其实我也挺难过，因为他怕这个是先手不走，我这一夹就那个什么了，对，但是如果是宋荣慧下的，可能他就跳在二路了，哦，他后来这么说了，哎，对对对对对，如果他下，但幸亏是我下，我是走的这个，啊，他不怕死吗？这个叫他说让你来吃了之后再说啊，这样，哎，哦。那个我很意外，然后走这个，嗯，那我粘上这个曹九段走这个，嗯，啊不，这个是我粘上，然后那个女孩走的，对，她小尖一个，小尖，宋荣慧走的这个，嗯，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曹九段，他是跨的，使得我不犹豫就冲了。这时候比较强的是他，我最担心的是这个，他单挤一个，哎，我是最担心他走这个，他如果单挤，我真的不知道走什么了，这个棋很麻烦，这个棋我就脑子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怎么下了，我甚至觉得这个没希望了，这盘棋没有，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如果走这儿啊，这个棋不好办。我觉得白棋要崩这个棋，那那我帮您想点招，好吧？这样行不行？先冲一个，他冲他就挡在外面了，也没用。这样，走这个。我这来不及是吗？我挡你就挡他断了，断了我几打，那顶。他就这个也可以粘上。哦，这样啊。啊。
这样我是不是要如何呢？好像也没什么好的招。你就要出点招财，反正我是不对，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也不知道怎么我办不知道怎么办，是吧？这个棋，这主要是一口气打不死，我很郁闷。是我反正这么算路，我都觉得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那个什所有的算路好像都不成么，立，是吧？算路好几个算路，我觉得都好像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儿，那就这样，这底下有个眼是吧？它打掉，就这样。然后这劫现在能打吗？我觉得好像不能打吗？劫差个劫财吧，差劫财是吧？那您已经算好了，劫财我就好这样算了。像，接上，这个棋不好下了，这个这不太棋好办了，不是好吧？办了，他甚至给你飞了都有可能。这棋，总之你就，总之你这个棋总是，总是不太对，不太对了，这个，这样确不实不好太办，好，不好办，是吧？对，而且这上面还一口气都被闷死了，对对对对，那 这不行，不好办这个，啊。这个棋呢，这个棋，他没这么下，没这么下呢。这个棋啊，我们看看啊，这就他没后有面挤比这个较，啊，他靠了一这个比较精彩的是什么呢？个，这个曹九段是这个时候走了这个靠，黑棋，现在黑棋靠一个，靠一个，这个黑棋。靠这个，黑棋靠一个是靠吧？这个，在这儿，那我是当然您冲觉断，得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他个没就有棋要冲断，棋，对吧？要不然他这棋冲就断呢，麻正烦好是也把我这个了。给我补上了，我是对，粘的要粘，不能长，长还有个断，是，粘走这个，这样的话就白棋就已经躲过去躲过那了，非对常对对，严躲过重去的了，打击，看来这个曹九段。他也是，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这个也是跟年龄有关系，那肯定，也有对，关系。这不如年个轻的时锐候利那的么地厉方，害。他没有给你个痛击一下，这个痛击一下就基本上，我觉得很危险这了。棋已经差不多他了，这个是关键切一个，这个时候以为黑棋很好下，但是呢，没想到啊，这白棋很顽强，对，这一长，黑棋不好办。黑棋不好办，这个时候居然是黑棋不好办，很意外，很真的意外是。吧？这很意外。那我，比如说你我说，下一个好，来，啊，我们看，小尖一个，对，刘他老师，立一您怎个，么你办？走什么？我要接上，对，我这拖，拖我得搬下去，对，退，退回来就算我就粘算吧，接都上是吧，黑的啊。他拐一个，拐一个我得团住，团住，对，我这长一个。团我要杀您的话，我得点，点，只有点了，啊，那我这挤一个呢？挤这这儿，气那么紧啊，这挤一个你走什么？几个我只能打吃。再拐打吃。提掉，对，气特别紧嘛，我发现对黑棋，呀，他这杀气好像就没法杀呀。尖一个就可了，我怎么觉得这气好像差很多，不是差一气。我就尖着，紧气就可以，这就走一个也没什么意义，反正都一不样过打吃，对。这个棋你计算吃都很难，就算吃了都不便宜。这个棋就已经不舒服了，我觉得黑棋气好像不太可能够，不太够了，对。是有可能不好够，意外，是吧？对，这是很意外的，黑棋不行。对，这所以说现在等于说不能那么下，对，所以这个棋这是曹九段走的这个挡下来，挡的，他曹肯九段定觉挡。得小尖不行，对，他选的我这一扳，这女孩想了半天，那个挡不住，挡不住，如果你走这个，我会走这个，这这被个一立就过了就呀，算这个，然后你的补了，是，他这个一立啊，这个棋啊，你如果冲，他这个有个靠，对不对？对，你只有冲这个。这挤怎么办？三个要不要？全掉了，三个月被提了受不了吧？你只能粘上，这一吃怎么办？你还得补一个呢。对对对，就算补一个，
哦，不，可能不用补了，都这个不用补了啊。嗯，这个就白棋，这不都没问题了，对，是吧？这那白棋待会儿就可以收拾这块棋了，啊，在这儿这个不成，是吧？不能这么想，这不能这么想，嗯，嗯，这个是不能这样。咱们这个棋啊是这样的。那么你要是我立的时候啊，就现在，嗯，是吧？我立的时候，白棋立，你如果粘上不挤过了吗？对，挤过了，这就过了，冲了都过，这正好都过了，那你就全死了。是啊。那不行，是吧？对啊。那就不这个棋，这个丁是不行，不是这个，如果这么下是不行的啊。那所以这个女孩是跳的，嗯。那没办法，她只能跳，她很郁闷，她说这是不能帮助，不能帮助，这怎么办？跳一个，然后这个时候立一个，嗯，宋哲一立。曹局呢，他是真的是很为难，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因为你真的不好硬啊。嗯。你挡的话，这个马上就靠断了，靠一个挤断了。他可能当初挡下去的时候，他没想到这里面的变化。对，没想到是这么有弹性。有弹性的白棋。白棋有弹性。他只能接上。只能接上，曹局接上，我是长了一个。嗯。现在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尖，一个是跳。嗯，就是这两个选择。他如果说尖的话怎么样呢？如果尖，假如说黑棋尖，尖他虎一个，你冲一个，嗯，他跳在这儿，那也挡不住啊，依然挡不住。就是这样，挡不住。啊，哦，这个马上面临这个棋要死的住，只要我那儿爬，就只要活出去就行。反正能活就行。能活活的难看一点不要紧。你现在，哎，对。如果这个棋不好，把黑棋也不好做，你夹不动啊，夹了这一冲就不行了。对，他只能小尖。只能小尖，那么我就跳一个也可以。啊，哦，冲了我就哪怕退都不行，活了就可。对。哎，那么我跳，你冲我挡，就是退一个，就算活了，断我力。但我那活了黑棋这块没活。哎，对了。哎，这棋，这个要命，这一走补一个就都死了。嗯。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哎，这是一个，但是局后曹局呢一直说要让他尖，跟女孩说过，嗯，他没有这么下。那么选择的跳一个，白棋选择跳，不是黑白棋长，黑棋跳，黑棋先跳一个，跳一个。这个时候呢，宋荣会尖，这个。曹九段是冲，嗯，我是爬一个，对，然后再来跳一个，跳，我是长的，这时候打将，那个谁打将了？这没办法，这得赶紧，得赶紧度过了。这个，林州打将，哦，他打将了，打将，然后这儿又打了一个将，这个两个将都是他打的，这还能硬吗？这硬了不怕死吗？这块棋？所以是后来这该曹九段走，他把这个拖过了，拖过，对，哦，要不然这面他主要挡不下打。能给冲断了，嗯，再走的话，这个棋要被杀的可能性了，他也没必要交换了，嗯，这时候该我下，我是冲的，冲一个，嗯，冲的话跳了一个，对，哎，林州跳，然后宋荣会跳补一个，跳这个，对，补一个，哦，跳一个挺好的，嗯，补挺好，对，然后黑棋飞下来，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而我觉得这个棋啊，哦，黑棋要么跳，要么靠。下得紧一点，紧一点，中间这块棋还没有，还有危险性，很有负担。嗯，哎，我要么靠这个，要么跳这个。嗯，这个对白棋会有威胁，而曹九段这个走的这个棋，飞一个是吧？这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您觉得也不用想了吧？哎，对，我是这个棋，我觉得是要必须要走的。嗯，哎，我的这个反而我。这个我是明显的一步好点，我认为是个好点，嗯，使得让我走上了。那么这招一走呢，女孩这个时候都读秒了，这时候都读秒了，她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这个就走个普通的颠的，这个因为它形状不对了，她不知道怎走哪儿。
对，这棋就怕这样，这个形容我倒觉得这是白棋合适。嗯，然后立下来，对吧？对，这个我觉得立挺好。嗯，哎，这个你看又有一个冲，有个断，你必须虎了。对，这个没什么，这挺好。然后扣吃了，扣吃了一个，对，挖吃了，挖掉，挤掉，这个对。这个基本活了，这个做这是你要吃我这个一盘也活了，底下眼够了，这个都没有安全，已经没问题了。对，没有安全隐患。然后跳一个跳下来，嗯，这是我跳的，嗯。但是呢，这个女孩一尖，我本来觉得补也都活了都行，粘上活就行了是吧？他要飞一个，飞一个也挺好，这个也都没事儿啊。这关键是后面呢，这个时候是谁呀？这个曹九段去刺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刺呢，我马上一尖，刺他粘上，然后您贴到这个是宋仁慧贴的哦，我觉得这个刺亏了，可能曹九段本来想让我粘上，多刺呀，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两招棋，曹九段给我们机会了。嗯，这个刺反而是帮了白棋忙了。他贴在这儿的补段呢，唯一害怕的是他挤断，有可能挤不断了。但是你现在挤，人家了不起，打完了夹住你就完了。不挤的话，我一粘他就断不了了。哦，他粘上也根本就断不了，可以夹死他。对了，啊，那就这个就他这个贴孙文辉这个贴很凶，嗯，挺好的，对下这个下的挺好。嗯，现在呢一贴呢，曹九段是挖一个，嗯，我一吃。这个时候女孩她晕了，读秒晕了，她认为你挖完就是打劫，她认为是这样，挖完就直接她就打劫了，嗯，而实际上啊，这个打劫啊，这时候我们的劫财多，这儿一大堆劫财，嗯，打劫是不可能考虑的，这个棋啊，曹九段什么意思啊？挖完之后是靠，他的意思是这样。他说是挖完之后再靠是起金，哦，要这样下，这样你就不能让这个时候让白棋难以选择。他如果说长出去的话，他正好把二路子给吃了，是吧？对，你长出来这一打吃是正合适，对，而且他这个吃掉，白棋这块棋得补活。哎，对对对对对，他是想下出这样的妙手，这女孩不理解。这林州不理解，但是如果啊，这个棋如果是这个，你要是不，如果是不挖单跨，那就不一样，单跨他就再挖不着了，对，你说是吧？对，如果不他这个次序是最佳的，如果是这个时候跨，比如说这个时候跨，这个时候黑棋跨一个，如果跨，是吧？哎，如果跨，跨，那么白棋冲，走这个，断，他就对，他就把这个吃了。对，你如果断，他就吃了。对，对，再挖他就退了。对，是的，反正这底下还是活的，这个力是。哎，对对对对，那就退了。哦，所以说，他想这个曹云元是这个棋是很紧，对，他就是想下着挖完靠，对，结果呢，对方没理解成。这一下就一下就不对了。这挖完靠其实说实话不是很难，但是这时间一紧张啊，一读秒就容易慌，就可能没看见。对，实战啊，我们看这个，先挖，他是挖的，这一叫吃，这一打吃，嗯，我这一提是吧？这个时候曹九段再跨，那我就把它粘上了，他一下就觉得。就是情绪差很多，他是不是一边下一边在那儿摇头？对，挖完跨这个庙他下不出来，使得他情绪已经受损了。嗯，这是混双赛就有意思。对，他就是不理解嘛，他也是不能说话。嗯，对，然后白棋跳下来了。这个时候要是我就吃完就跳完，吃过我已经形势好了，挺好。但小宋这个更是更紧一下，更紧。嗯，这一粘。我就吃住这个角，这个角是活的，对，
但是这个呢还没有彻底活，但是他又不能现在马上吃我的收气，他整个不气不够是吧？不是，即使吃完收气啊，这不便宜，吃了都不便宜哦，吃了都不便宜。他如果被收气的话，他关键是，他要吃是什么呀？他要这样吃，他要团打这个吃，对吧？他要这样，黑棋团打这个，那我立，然后他弯一个先手，对，弯先手，他先拐一下，拐一个。拐一个，我走这个，然后再弯一下，我走这个，住，然后他得要点挤一个，挤一个也行，挤一个吧，我就粘上啊。你还要这样，这吃的很惨，被提一下。对，你还得黑棋还得团住，走一个，哎呀，这很惨。然后不，我这就往这一跳，你吃吧，你要怎么吃法，这个就完了，这黑棋完了，嗯，这就黑棋完了。这杀气能不能杀赢，我觉得是个问题。可能我觉得黑棋好像杀不赢这棋，有可能杀。这两棋已经是两棋了，都黑棋都在了，三四五六，这个就完了，杀不赢这棋，这就完了。嗯，那当然这个就马上就结束了。对，嗯，所以不能这么下，不能这样下。那个下到这个时候，这个小宋这个下的非常好，跳下来很凶，要是我都可能就让步了。嗯，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跳下来。黑棋二路漏出去，漏一个。这个曹九段下这个，这个是小尖一个是吧？哦，小尖一个，对，走这个。然后他拐了一下。这曹九段拐的，我粘上。急过。对，这个时候，嗯，这个时候是实际上该曹九段下了。嗯，我觉得他去度过啊，那又是让我下的很舒服了。我尖，这时候最强的是应该走这个，刺一个。黑棋，我认为应该刺拼了，这个时候该走了。你还不拼是吧？还等到什么时候去拼？啊、这个时候可以考虑至少便宜这一。不怕他贴出来吗？那给冲断再说了。哎，是这样。这个棋我觉得应该拼。嗯，再不拼就没有机会。再不拼的话不对呀、啊！啊，嗯、我们看他走的什么啊？这一度过。好，这个棋啊，这黑棋度过。嗯，这个我太下得很愉快。太愉快了。对对对对，这一二路混合爬呢，你这个混合爬行。混合爬行，哎呀，这个太难过了。这是很高兴的补了一个度过。度过，这是补活。这是小宋留有一个棋啊，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还没有啊，这个有了。不，哦，这个有了吗？嗯，有了。啊，吓成这样！吓成这样，对，有了那个有了，对，没有就麻烦了，对，这补活了，嗯，哎，然后他长的这个，长一个，现在，然后我是压了一个，对，这个因为它几段能飞出来，然后这个飞出来，小城飞出来，对，很强，嗯，然后这个棋走成这样呢，应该说白棋形势大好，那儿是这么爬回去，现在没捞着白棋，这都活的都是空，那黑棋得什么？就这点，亏了，空。没法比，所以黑棋肯定要拼命啊！这时候这不行了，要不然曹九段是靠一个，靠，也拼，搬，我是搬的，对，搬下来就这么走的，大吃，对对对对，长，对对对对，一个组合走成这样，这时候我认为只要不出大棋，正常收官都没问题，是吗？肯定，就没不好办了，嗯嗯，现在黑棋几段了？曹九段总得想想办法，不然中间这两个子就算这么死在那儿了，他肯定不干。对对对对。然后小尖一个。对，小宋尖一个，是这么下的。这个棋是这个棋这儿交换一下，他是贴的草，走这个。哦。这儿交换过啊，啊，这儿交粘一下，粘一下它活了啊。团一个交换。啊对对。然后点一个。这个时候我是走的这个，选的这个。对啊。我觉得不能再恋战了。这好像有点太危险。我赶快我说收兵吧，就贴一个，贴一个，我认为他还不好办，因为你虎我就搬，对，你虎我一搬，对，他正好用不上力，走到外面去。你如果粘上我这一跳，你还得回家。嗯。所以赶快收兵。是的。这个时候收兵呢，我觉得形势相当好了。嗯。他冲一个。然后长一个。长一个。嗯。我赶快把那个贴吧起来吧，以后要不然他把这个打了打两下扣吃这个棋也不小，要冲出去了关键还对这个吃掉这个点小目我觉得没准以后这一压他这个都连回来的，嗯
现在女孩是拐出来的，嗯，哎，林州，那么煎一个，对吧？煎小宋煎一个，嗯，冲一下，冲了一下，挡住，对，总是这样。曹九段把这个给吃了，他觉得这个也不小，因为要否则被黑棋白棋压一个，他肯定得抢木，如果不抢木的话，黑棋空不够。对，因为你如果不从这儿靠出来，被黑白棋在这一带，比如说，他 就算飞一个，压一个他顶，你等已经那个吃不掉了，那已经靠不出来了，哎，靠不出来，压一个本身搬下去也不得了，嗯，也是木，对，所以下成这样了，下成这样，白棋明显优势，对，明显优势，只要收控就可以，没错，哎，以后还留着搬起来，嗯，以后这一搬你长，我再一压，都。这个一搬就出来了，搬一你长我一压，你再长我甚至给你冲断了。对，是的。嗯，好，我们看实战啊。你先冲了一下，冲了一个，嗯，哎，然后再飞。对，嗯，这飞的时候，这黑棋怎么应付是一个关键。对，这个时候，曹九段靠一个，对，他是靠的，靠的，对，搬，搬断，对，打吃，是打吃，打提掉，对。我幸亏是我走的这个冲，使得现在呀，我下一手是你这个李云洲这个女孩下，这很重要。如果是曹九段下读秒的时候，这不可能错，他可能不可能错，他不可能错。现在是这个女孩她太紧张了啊，她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这个棋那是她下在这儿虎一个，哎，她可能觉得这棋就补活嘛，反正哎对，她就补一个就完了，算错了啊，嗯，这被一扳呢。哎，然后意外的发现被一扳，这块棋补不活。这个棋应该走在这儿。对啊，这不管是这儿还是这儿还是这儿都是能活的。如果走那个是我们摆过啊，那个是可以活。他当时是算错了。哎，假如啊，这儿是吗？对，这个地方最佳一路扳，立下，点进去，对，点进去，他顶，对，爬，这个时候啊。他以为粘上被我侯住不活，那就这儿呗。哎，不，紧上面最佳。紧上面。好吧，那就紧上面吧。你只有这个就活了。你走这个，哦，他加一个，这个是活棋。哦。你断进来，他能侯在那面。嗯。你断。他弯一个。哎，对，弯一个。这样就活了。嗯，这个棋正好是活棋。啊，如果爬的时候你只是粘上被一侯，那个是死棋。嗯嗯，可能他正在算的，他算错，他觉得这个不行，不他认为是一个可能做过去做死活题做多了，他觉得这个是本身不行，却没想到这个棋可以挤接在上面。对，这个是个活棋。嗯，哎，这样活棋当然是，但即使活棋，这个形式啊，啊，也不见得好。白棋搬起来了之后。形势仍然是白棋不差，嗯，但是你这个棋就不行了。不，他，哎，就算退而求其次，这个不行，他可能觉得这儿他也活吗？这不也活吗？哦，搬的话，他搬我就立呗。对，这个我往回来一下不就行了吗？这是臭点儿，这看着活得有点委屈，但好歹他活了。往回来一下就行了。对，你再走这个，不就？他有点惨，哎，对，这个也活了。这个是最好的，哎，那个最好，那个最好，那个最佳效果。但是这个读秒当中，这步棋有两个人下，一个曹九段，对，一个李云洲，是个这个女孩啊，她又没法教她怕，她算的路，她认为这个不见得走在这个地方被一点了，嗯，不见得活。再不济，我立下来也能活啊！那是，这也活了，也活了，这个倒是真的是也活了，也是活的，也是活的，但也不至于死啊！这对，但是走这个呢，就唯一的是被他走了一个，是最对，他下了一个唯一的走死的方法，走死的方法，他走在这儿，这就是双人赛出现的趣味性的东西了，很有意思。这个棋一走呢，这个你看这几个子居然是活不了了。对，很意外，确实怎么走都活不了了。假如你跳，这已经死了，他就点被刺一下，接上被就把这吃了。那个这个长度不够，长度不够，连起来是一起死。长度不够那个棋啊，哎，这个棋因为这个厚啊，对，暂时是不好办，怎么都活不了这棋，活不了了，嗯。
所以他走的这个，这肯定是个败兆。败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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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是。走在这儿，这个走在这里，但是那个就是说后面他别那个什么，别出问题。嗯，我们看实战啊。对，白棋搬一个，搬一个，然后他搬了一下中间。这是曹九段搬一个，他觉得他实在受不了你给他出这个，把自己走死了，搬了一个。这个我这一叫吃，然后这个女孩曹饮酒，他又继续走，他走的是虎了一个，虎一个，虎了一个啊，然后松仁会靠一个，对，这应该不会，这个就把你的眼位啊，对，啊，他就你要虎他就退。对，是吧？来不及，你团我挤。其实上面那个是假眼，哎，跑不掉。对对 对, 对, 对，嗯，他是这样，你要虎他退，你走这个他就跟着挤断。对，哎，反正中间那个提的都是假眼，是吧？嗯，哎，这样，那他是走的靠一个，他靠，对，实战是靠的啊。然后白棋团，团一个，啊，这也看得很清楚。嗯，这个对，爬了，那就是一长，他是跳一个，这曹九段跳一个，我就是走这个，连回去就连回去。嗯，然后这一长呢，也是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是吧？但这个棋中间正好没事，对，上面能不能靠断？因为你一长，我正好尖一个也断不了，是，断不了。而且他主要这个没连好呢，这还欠个穿呢。嗯，对，暂时是没事儿，并没有。这个时候如果正常收官已经不行了，那个都死了，只要不死棋，怎么着都不行了。对，所以这个曹九段干脆来个狠的吧，来，哎，来狠的，打吃，然后搬的时候靠断，这个靠断比较狠，是的，靠断这个棋也就比较简明了，这个他挤了一下，瀛州是挤了一个，走这个，嗯，粘上，如果忘。你走什么？这个棋啊，当时他没挖，如果挖的话，这个棋就后面吃是最佳。如果你长，他再冲过来啊，这个棋还真的有点难说。吃这个，哎，然后他提掉就贴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而那个是这个不行。这个挖呢是也要考验你能不能吃这个。对。但实际上没有走这个之后，被这一粘呢。他粘上就长一个就行了。对，这个最后这招是我长了一下，哇，之前。他冲过一下，打僵了一个，打僵没什么用。哎，对，下到这步就是最后一步了。对，瀛州一打僵，我一走，我这一长，最后曹九段说算了，不下了，就摆摆手就不下了。所以最后就是刘晓光和宋荣惠的组合战胜了韩国曹勋玄和林瀛州的组合。好，那我们这盘棋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